年轻有才华，最怕的这个障碍，一有这种习气，成就不大。这种德行，古时候从小培养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父母教儿女，都叫你竞争了。你要争不过别人，将来你就失败了。这个教学法错误的。成败不是靠竞争，成败是靠你过去生中修的因。那是换句话说，成败是命运的，与竞争不相干的，命的。命里头发大财，做高官，有一些自己的不聪明呐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呀，但福报大，过去生中修的福大。刘阿斗做皇帝，诸葛亮忠心耿耿替他办事，他跟诸葛亮比差太多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有福报嘛。所以我们要肯定，人在世间，贫富贵贱是命里头注定的，绝对不是竞争，竞争绝对不是好事。竞争只有蛰伏，不会增伏。只会惹祸，不会消灾。这个道理要帮助别人讲透讲明白，让大家真正不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，要叫他赶快回头啊！只有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帮助你福慧增长啊，帮助你消灾免难啊，消灾免难就正福报。古德所谓啊，灾消了，福来了。不是靠竞争，竞争是相反的，竞争是福消了，祸来了。就今天这个社会，很多观念是颠倒的，是错误的，必须把它纠正过来。